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黄委员昭顺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想这两天在立法院，我仿佛有一点时空错置的感觉。我以为我自己又回到50年代白色恐怖的时期。我想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到民进党假借转型正义，利用多数暴力，不断的制造许多的东厂。如果警总可以到私人住宅去，我想，这样子的绿色恐怖可能是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不仅只是如此，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几项非常重要的报道，包括我们还没有上任的农委会主委，他说美猪哪有可能不开放。我想这几年来我们为了台湾人民的健康，坚守瘦肉精零检出，而且台湾人民的饮食习惯截然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来没有退缩过。我们没有想到民进党执政了之后居然未战先退先降，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告诉我们的国人说，反正我是要退休的。如果是用这种方式要跟其他的国家谈判，我想我们只有牺牲我们整个国人的健康。然后我们又看到蔡英文主席昨天对所有的环保团体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涨电价。我想电价公示是我们立法院在上一届不分蓝绿很努力的把电价公示，把它很公平按照整个的规律把它做出来，该涨的时候涨，该降的时候降。今天我们整个电价公示，当时张景生就已经预设要我们不准降价，如今我们又看到蔡英文主席说他从来没有讲过电价不涨价。蔡英文主席在选举的时候说，请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如果希望政府能够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到，我们可以讲得更大声。如果政府没有听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得再大声一点。但是如果政府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拍桌子。我在这里要请问蔡英文主席，我们现在可以拍桌子了吗？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回到绿色恐怖，这是我们国人支持民进党投票的结果吗？所以我再一次的请问蔡英文主席，我们可以拍桌子了吗？谢谢黄委员。现在我们请林委员立场发言，发言时间为三分钟。主席，各位早。其实推动文化平权要从多国语言的绘本扎根。教育部去年底正式宣布顺应12年国教的新课纲上路，自107年开始，新住民的语言进入课纲，从国小阶段乡土语言教学将开设东南亚语的课程。我们在中学阶段，新住民的母语将纳入第二的外语选项，让新住民的二代以及对多元文化有兴趣的学者可以选修。教育部推动新住民语言的学习政策，象征台湾的族群平等往前迈进一大步，我们应该给教育部高度的肯定。其实新住民来到台湾以后，大家非常努力学习台湾的台语、国语、闽南语，
那有些新住民的台语甚至比台湾人讲的还要好。然而，新住民二代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缺乏了学习东南亚语言的机会，也少接触到东南亚语的书籍及读物，导致新住民二代难以传承父母亲原属国的文化，这是许多新住民家庭长期以来的遗憾。本席认为每个人都有寻根的权利，追求自己的血缘文化源头是一个基本人权，政府应当确保每个人寻找自己根源的机会。本席主张国际化不能只看欧洲、美国及日本，东南亚各国也是我们必须要深入了解的对象，期盼社会各界能够放下成见，开阔国际视野，鼓励我们下一代广泛接触多元文化。多年来，立传在地方推动设立多元文化书柜，鼓励新住民亲子共读，借由阅读绘本及课外读物，促进新住民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也帮助了新住民二代从小接触父母亲原属国的语言及文化，效果非常显著。本席建议推动多元文化可以从生活中做起，透过推动多国语言的绘本从小扎根，不需要花太多的经费，却可以达到语言及文化学习的效果，非常值得教育部及内政部移民署参考，希望行政部门能够更重视。好，谢谢林委员，现在请吴委员致言。主席，各位同仁，转型正义是一个正当的目标，我想大家都应该共同来努力。但是事实上，台湾的转型正义其实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进行式，而且过去大家已经努力了非常的久。从解严开始，我们各个朝野政党大家共同的努力，获致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啊！这其中包括了三次的政党轮替，这不是我们自己讲。这在世界各国，尤其德国的智库日前评比了全世界129个国家，台湾在整个转型成功的指数是排名第一。换句话说，我们的转型正义的成就是举世在称羡的。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嘛。我们当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要改进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可以再努力，再检讨。但是不要否定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这么几十年的努力。把自己打回原形，把自己想象成现在还在解严前的一个状态啊。蔡英文常常说最后一里路啊，我觉得最后一里路当然很重要，但是怎么解读？我认为台湾人民在意的不是最后一里路把蔡英文送进总统府，这对我们没有意义啊。我们需要的是走正确的最后一里路，就是把这个转型正义做到最好。我认为民主法治要转型正义，最后一里路就是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政党轮替，我们朝野政党终于懂得要放下仇恨，终于懂得要良性互动，终于懂得真正为人民造福，放弃恶斗的这种坏习惯跟这种思维，这是最后一里路。另外一个最后一里路就是当权者终于晓得要克制自己的权力欲望，这样子才能够把过去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成就把它落实。如果我们立法院的同仁觉得我们现在在哪一些方面还没有落实转型正义，或者是我们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在职权上、职能上有所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共同来修法啊，让我们的转型正义最后一里路能够顺利完成。但是绝对不是用仇恨的心态、反正义的这种法理啊，把转型正义当作是一种民粹。我要提醒各位，转型过头就是不正义，民粹过头就是反民主。
蔡英文的最后一里路，千万不要乱走，不要再走回头路。谢谢吴委员，现在请廖委员国栋。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的朋友，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昨天在委员会纷纷扰扰，朝野之间基于互不信任，然后造成了整个委员会只看到争吵，没有看到一个建设。当然，我们初看转型正义条例，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不合法之处，昨天大家都已经讨论了，本席不再赘述。我要讲的是什么叫正义。正义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受到最大损害的弱势得到最大的一个利益，这才叫正义。所以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转型正义条例的时候，我们非常遗憾，真正弱势、真正利益要最大化的原住民的相关权利只字不提。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正义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转型，这个有赖朝野之间要再次深度的来检讨，尤其是原住民的土地的议题。无论是从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来了台湾，整个戒严时期、整个警种时期，原住民的土地权益一直被漠视，有很多阿美族的土地只用一个行政命令就被转移，转移到可能是公家机关的手里，也有转移到其他不同族群的手里。民进党如果真的要谈转型正义，请先通过原住民的土地海域法，请先把原住民的土地的议题放到你们的转型正义条例里面，那个才真正能够彰显什么叫做转型正义。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转型正义的条例的内容啊，已经备受批评，它可能是冬藏化，可能是警种再生。我们希望越过这样的一个仇恨的心态，用健康的角度跟高度啊，拜托把原住民的土地议题列入以后，我们再开始讨论。谢谢廖委员，现在请李委员燕秀。从今天早上各大报媒体报道出来的准农委会的主委讲，面对美猪哪有不开放的道理？身为家庭主妇的妈妈，我非常的讶异，民进党为了加入 TPP 不顾国人的健康，未战先降。我请问过去的在野党民进党，现在的民进党好几位立法委员，包括吴坤宇委员，包括陈曼丽委员，当时在对美牛有含有瘦肉精的美牛，包括美猪的议题的时候，坚决反对的立场，现在似乎民进党的委员对于把持国人的健康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再一次我要强调，从谈判贸易的角度来看，跟美方谈判用这样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执政就把底线拿出来，我们未来农委会的主委本末倒置，忽视国人的健康。我再一次
也呼吁未来所有的民进党委员，为了把握，为了替国人的健康把关，希望对于美猪含有瘦肉精的议题，拜托民进党的委员，请你们跟我们这一次站在一起，不要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民进党对于无法面对于两岸的议题，向美方靠拢，难道我请问，难道进口美猪就能够得到获得更好的谈判吗？如果未来面对美猪的议题，包括军售，包括潜舰国造的议题，都是拿国人的健康利益换取执政党的利益，如果用这样的心态来执政的话，我们不仅担心面对台湾在国际现实的压力下，两岸的关系是台湾巩固自身台湾在国际场合的地位，现在我们台湾有可能面临失去 WHA ICAO 观察员的身份，民进党现在急急营营的要联合美国来对抗中国，但是我们的未来的准总统蔡英文又喊出要求大陆对台湾友善，请问他是不是在挑衅两岸关系的底线？我因此，我们再一次呼吁，未来的执政党，包括蔡英文主席，面对昨天讨论的促转条例，在选前选后讲的谦卑再谦卑，选后不断的扩张行政权，还有含有司法权，未来的东厂再现、法西斯主义等等，绿色恐怖来袭，清算无上限。好，谢谢李委员。现在请陈委员欧博。主席、苏院长、本院同仁，大家好。本席今天要强调的是，人间有情，人情是台湾人傲视且最珍贵的无形宝物。乌克兰人瑞莎来台七年多，2015年嫁给台湾人，成为台湾媳妇。2013年。决定要入籍台湾，但乌克兰跟台湾没有邦交，不让他完成放弃国籍的手续，奋斗3年仍然拿不到台湾的身份证。我们内政部副政司副司长翟兰平说，外国人规划我国国籍，依照国籍法第9条，他要提出丧失原有国籍的证明，我们需要他先放弃国籍。翟副司长以法律程序禁止瑞莎的规划申请，但司长张婉仪提出呢，瑞莎只要能够提出相关的证明文件，请外交部查证，若属实，就可以适用国籍法第9条的但书条款。这个但书条款就是人情的条款。本席呼吁，人民的福祉保障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官员不能苦民所苦就失去身为公仆的价值。瑞莎规划案正暴露了官僚保守的心态，本席要求以国籍法第9条条文内但书来清查所有喜爱台湾的外籍规划案，让这些喜欢台湾的人成为合法的台湾人。希望我们内政部及未来的新政府在处理外国人规划案的时候，能够注意到我们有这一条人情条款。台湾处处有人情，没有人情，台湾就没有风景了。所以借此时刻呢，呼吁我们内政部呢尽快处理本案，也清查所有喜爱台湾人的这些希望能够成为台湾籍的这些外国朋友们，能够完成他们的心愿。
让台湾成为一个有人情味也是最美丽风景的地方。谢谢陈委员，现在请王委员会美。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行政院主计处总处最近公布，今年一到二月的博硕士学历失业人口达27000人，占博硕士学历失业率的3.1%，创下了近三年来同期的新高。博硕士失业率虽低于大学、高中职的学历，但却高于所谓的这个专科学历的2.97%。高学历失业者逐渐增加，已经凸显台湾高等教育学用失衡的问题。随着国内大学广设研究所，我们博硕士生呢快速来成长，到了2001年的7月已超过100万人，现在更高达122.8万人。现阶段高等学历的一个失业，可以归因于博硕士人力供给超过产业的需求、学用落差、景气影响等因素。那博硕士生失业率逐年攀升，也意味着政府教育及人力资源过度投资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跟资源长期侧重在高等教育，导致了博硕士这个学历呢供过于求，而且在职上也跟产业界的需求有很大的落差。产业界对于高学历的生的聘任有所疑虑，常常抱怨高等教育跟这个产业需求来脱轨，聘用后仍需重新来教育。而学校也纳闷，为何所教出来的学生，产业界却有所质疑。更有不少的年轻学生们也反映找不到工作或者学费所用，这就是学用落差。教育政策应该考虑引进产业界的一个资源，透过研究合作的一个模式，让我们学校能够掌握我们产业界的需求，进行适宜的一个教育，而产业也能将需求正确的传达给学校。此外呢，产业界优秀人才进入学校担任讲座讲师的一个方法，也是学用结合的有效途径。教育体系原本就是金字塔型的一个结构，但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却因为专科生等及广设的研究所逐渐走向 T 字型的一个样态，导致了高学历供过于求的一个现象。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来评估对于大学及研究所质与量的一个检视，拟定退场机制，将教育资源投注于质的一个改善，而非量的一个多寡。高学历失业的一个警讯，我们要重视跟全面性来检讨。一方面让高等教育在质量上能够来改善，一方面强化技职的一个教育，在资源投入以及学用上来符合产业的一个研发跟生产的一个需求，才能够解决学历通膨的一个现象，让我们整体的就业跟产业发展获得有效的一个提升。谢谢王委员，现在请孔委员文集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昨天我们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段宜康招委试图要把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排入这个立法院的审查。那我们昨天国民党的委员呢，有很多都上台做程序的发言本席也是其中之一。今天看到报纸说柯建铭总召说这个是他看到国民党的委员史上最团结的一次。那还有一位民进党的委员说看到国民党的委员这么团结表示国民党的委员很怕转型正义。但是本席呢要在这边讲，如果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一个不公平不正义的法案，我们国民党的委员一定会更团结。那我想我在边特别要谈刚才有多位的委员已经谈了转型正义，我想从国际的例子来谈一下转型正义。转型正义的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历史的教训要记起历史的伤痛要抚平，那冤屈者呢得到平反或者是赔偿。转型正义的目的不是清算或斗争，而是要包容跟和解。我特别举加拿大的新任总理杜鲁道，
因为呢，加拿大有一个叫做真相和解委员会，这个真相和解委员会是调查这个六年的时间呢，调查这个原住民的小孩子被强迫住在寄宿家庭。四千页的这个调查报告呢，正式公布之后啊，新任的总理杜鲁道呢，Justin Trudeau 向原住民正式道歉，也誓言要和原住民彻底和解，为当时受欺压的原住民呢得到平反。那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法官呢，叫做这个辛克勒法官呢，他说啊，当时寄宿学校都是罗马天主教设立的，所以这个法庭呢正式的要求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呢正式道歉。大家还记得2008年2月的时候，澳洲新任的总理陆克文他以这个新当选总理的身份向被窃盗的世世代代的原住民的致歉，为过去白人殖民出席的强势政策呢这个文化遭受严重损失呢跟原住民道歉。本席今天看了民进党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呢，它的调查的时间是从民国34年到民国80年，规划调查的事项是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司法不法。为什么不谈原住民这几千年被殖民、被迫害的历史呢？所以本席在这里要强调，也应该要重视原住民的转型正义。谢谢。谢谢孔委员。现在请张委员立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各位乡亲，民进党仗着全面执政、国会过半的优势，强行推动在行政院下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美其名为转型正义，其实是再一次的掀开历史的疮疤，制造社会对立，制造仇恨，实际乃进行政治清算、政党斗争。台湾走过筚路蓝缕，若不是国民党的开疆辟土，哪有今日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100多年的历史，历经戒严时期、228事件、白色恐怖，此乃历史伤痛。而若不是国民党解除戒严，深具检讨改革，崇尚民主自由，用开阔的胸襟接受包容，没有今日的民进党。民进党不要沦为一个船过水无痕、过河拆桥的政党。台湾的民主自由可以说是举世公认的。台湾要向前看，不要再走回头路。民进党要在行政院下设促转会，形如东厂，权力无限上纲，凌驾所有常设的司法、法治、监察等机关之上，甚至回到警总时代，不分青红皂白，随便罗织罪名即可抓人处刑。这简直就是民进党执政所带来的绿色恐怖。全世界高喊着转型正义，目的是要化解纠纷，放下对立，放下仇恨，能够和解共生、共存共荣。东西德在打败柏林围墙的那一刻，也将纳粹除名化，南非总统曼德拉化解种族歧视的仇恨，得到世界和平奖。各位乡亲，我们要以民主方式选出来的民进党身为总统来带领国家，最重要我们要的是能够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关心的是台湾的前途、下一代的未来。想想目前的问题，如何解决经济不正义、世代不正义？请未来的行政院长如何让我们也能够领年薪2000万，而不要到国外去做集体的诈骗集团，让国家蒙羞？我呼吁蔡英文准总统悬崖勒马，不要纵容民进党的委员假着转型正义之名陷你于不公不义之时，
更不要让国家的机器沦为政治斗争。谢谢张委员。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
请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委员68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15号上午9时至9时14分。10时1分至12时12分，下午20时31分，4月19号上午9时1分至11时22分，下午5时至5时17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人数：委员、西委员、书法等11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四案、第50案、第52案、第70案、第71案、第242案至245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5案至第35案、第37案至第49案、第51案、第53案至第69案、第72案至240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36案决定另定期处理。第241案决定委员陈伟、黄委员伟哲等提议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修条文修正草案均等4案进覆二读，以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246案为经济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247案至258案为行政院等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理，请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32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21件。讨论事项：第一案、第二案经决议，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不通过，经照第一会期第7次会议延作决定处理。第三案决议，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第四案、第13案经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第5案至第7案经决议修正通过。第8案、第9案经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第10案至第12案经决议，照审查报告通过。第14案、第15案、第17案、第22案至26案、第32案经暂不予处理。第16案、第18案至第21案、第27案至31案、第33案、第34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一、本院朝野党团对于日前发生在肯亚，中国官方强将我国人压制中国一事，发表共同声明。二、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一案，予以通过。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之宣告：第九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18人领举《农会法》第2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精神一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本院委员邱志伟等16人领举《农地重划条例》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精神一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4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16人领举《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5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17人领举《诉愿法》第6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6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17人拟具《法院组织法》第8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7案，本院委员叶宜津等18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
无异通过，下案。第八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十七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七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九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二十人拟具《国定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十八人拟具《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一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十六人拟具《大学法》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二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十八人拟具《票据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及第一百四十四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三案，本院委员林德福等十九人拟具《规费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四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一人拟具《入出国籍移民法》第三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五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二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五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六案，本院委员陈英等十六人拟具《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七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十六人拟具《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八案，本院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拟具《国家公园法》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九案，本院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拟具《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准则法》第五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案，本院委员蔡顺应等二十三人拟具《侨务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七人拟具《国军退出官兵辅导条例》第三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七人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周春敏等十七人拟具《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四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陈雪生等十七人拟具《战地政务期间中共炮宣弹伤亡补偿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尤美女等二十九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十六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十二条及第二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十九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钟嘉宾等十六人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郭立雄等二十四人拟具《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和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
无异通过，下第三选案，本院委员顾立雄的23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是第四条及第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三选议案，本院委员黄秀芳的21人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第5条、第46条及第4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三选案，本院委员陈昭明的19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33案，本院委员吕玉玲等16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7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34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23人拟具《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35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36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国民教育法》第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37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21人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38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20人拟具《公益财捐发行条例》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39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20人拟具《运动财捐发行条例》第1条、第8条及第2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0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7人拟具《建筑法》第34条、第56条及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1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8人拟具《自来水法》第62条及第10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2案，本院委员罗志镇等17人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3案，本院委员杨振武等17人拟具《离岛建设条例》增订第1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4案，本院委员严宽恒等18人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5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的20人拟具《森林法》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6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的20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增订第30条之一及第30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7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18人拟具《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4条、第6条之一及第2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8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17人拟具《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5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49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50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
会议通过，下一案。第51案，本院委员苏小慧拟撤回前提之《台湾与中国缔结协议处理及监督条例》草案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同意撤回。请院会有意会议通过，报告院会，报告事项第52案至第58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逐案列入公报记录，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宣读后均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宣读。第52案至第58案为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立法院议事规则》《委员徐国勇等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中华民国宪法》《立法院议事规则》《委员参议员等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等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继续请宣读报告事项第59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保全业法第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未通过，下一案。第6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农药标识管理办法第5条及第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61案，行政院农业委会函为修正全貌及偶蹄类动物进出澎湖地区检查规则第3条及第13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62条，行政院农业委会函为修正动物用药品检验登记审查准则第2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63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应实施输入植物检疫品目，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64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化制厂及化制原料运输车消毒及管理办法第15条、第18条及第19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应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65案，内政部、国防部函为修正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满后召集服刑实施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66案，内政部函送垦丁国家公园猫鼻头公园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67案，内政部函送垦丁国家公园鹅銮鼻公园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68案，内政部函送警察广播电台104年10至12月春节为之节目汇成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69案，内政部函送中央都市更新基金104年度第4季都市更新案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70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之长期投资计划及后续业务推动规划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71案，劳动部函为废止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会议规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72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针对高龄化劳动社会之配套制度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73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关劳动基准法令延期与宣导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74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劳动政策沟通书面资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75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关居服单位自办咨询计划已落实训用合一书面资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75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76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督促聘雇青少年之雇主遵守劳动基准法相关法令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77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无薪休假相关应验机制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77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78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因应贸易自由化就业发展及协助业务之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78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79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预依留职停薪之人力补充及替代方案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0案，劳动部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政府机关购运用劳务承揽参考原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80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81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行政院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农场管理经营办法，名称修正为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属农场管理经营办法，并修正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温室气体排放量申报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温室气体排放量盘查登录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4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中氮氧化物自动检测方法气体分析仪法 NIEAA 411.75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排放管道中氮氧化物自动检测方法仪器分析法 NIEAA 411.747，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底泥采样方法 NIEAS 104.32B，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底泥采样方法 NIEAS 104.31B，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中二氧化碳自动检测法非分散性红外光法 NIEAA 415.73A，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排放管道中二氧化碳自动检测法 NDIR 法 NIEAA 415.72A，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9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氮氧化物自动检验方法化学发光法 NIEAA 417.12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9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空气中氮氧化物自动检验方法化学发光法 NIEAA 417.11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9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二氧化硫自动检验方法紫外光荧光法 NIEAA 416.13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
无异通过，下案。第9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空气中二氧化硫自动检验方法营紫外光荧光法 NIEAA 416.12C 程序委会意见，拟写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94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中一氧化碳自动检验法非分散性红外光法 NIEAA 704.05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写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9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排放管道中一氧化碳自动检验法非分散性红外线法 NIEAA 704.04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9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臭氧自动检验方法紫外光吸收法 NIEAA 420.12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9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空气中臭氧自动检验方法紫外光吸收法 NIEAA 40.11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9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一氧化碳自动检测方法红外光法 NIEAA 421.13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9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空气中一氧化碳自动检测方法红外线法 NIEAA 421.12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中氧自动检测方法气体分析仪法 NIEAA 432.74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排放管道中氧自动检测方法仪器分析法 NIEAA 432.73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中二氧化硫自动检测方法非分散性红外光法紫外光法荧光法 NIEAA 413.75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排放管道中二氧化硫抽取式自动检测方法非分散性红外光法紫外光法荧光法 NIEAA 413.74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二乙醇胺检测方法去离子水吸收离子醇析法 NIEAA 508.10B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碳氢硫氧氮元素含量检测方法元素分析法 NIEAM 403.01B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碳氢硫氧氮元素含量检测方法元素分析仪法 NIEAM 403.00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测定法气象存析法 NIEAA 754.10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化工业放流水标准第二条及第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0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光电材料及元件制造业放流水标准第二条及第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1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晶圆制造及半导体制造业放流水标准第二条及第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1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施行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11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
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1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毒性化学物质运作及释放量记录管理办法第六条及第七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1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放流水标准第二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14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科学工业园区污水下水道系统放流水标准第二条及第四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1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石油化学专业区污水下水道系统放流水标准第二条及第四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1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废止温室气体检验测定及查验机构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1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温室气体认证结果及查验机构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1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第一批应盘查登录温水气体排放量之排放源，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18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19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文废止公司场所应申报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19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20案，财政部函文修正各类所得扣缴率标准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21案，卫生福利部函从104年10至12月执行政策传播说明广告一览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22案，卫生福利部函文废止行政院卫生署宜兰医院办事细则、行政院卫生署新竹医院办事细则及行政院卫生署竹东医院办事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23案，卫生福利部函文公告复合输入规定函 A501 货品分类号列表，如属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含香料用途者，应依照食品及相关产品输入查验办法规定，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办理输入食品查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3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24案，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出售规定508货品分类号列表，如属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含香料用途者，应依照食品及相关产品输入查验办法规定，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办理输入食品查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4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25案，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15条第20条条文及第3条附表一，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5案，时代力量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26案，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中华民国输入规定 F01、F02 货品分类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6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27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前送建立身心障碍者行动辅具救援机制之可行性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
无异通过，下案。第128案，卫生福利部函为白领为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严易身心障碍者听觉辅助价格管理机制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2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白领为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长期照顾服务法施行后，辅导小型养护机构依相关规定改制衔接或转型之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9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3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白领为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检讨外籍人士纳保保险费预计成本遵结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30案，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3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白领为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外籍配偶家庭暴力防治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2案，侨务委员会函为废止104年度永久居留前取得困难之国家或地区及其居留资格认定基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3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104年度第四季补捐助经费蓝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第133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34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为白领为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严领强化宽恕政策之法相关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5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卫生福利部函送人体研究计划咨询局的原住民族同意与约定商业利益及其应用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6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本院制定原住民保留地净发补偿及造林回馈条例时，通过附带决议陆续提高净发补偿金额，应由开征碳税指引减送相关延处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第136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37案，经济部函送加工出口区管理处104年度第四季补助民间团体及个人之补捐助案件汇总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8案，经济部函送专利申请专利代理人债主请求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没有异，无意见通过，照通过。下案。第139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对大陆地区投资建立主动稽查机制并加强查核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0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关全盘规划淡水河系清淤并提出具体计划执行案之说明，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1案，经济部函送落实闭锁性公司及有限合伙制度发展之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0案，经济部函为白领为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升值柴油造成油路堵塞之问题与升值能源政策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3案，经济部函为白领为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关101年起深层海水取水作业停顿至今之具体改善工作计划及未来政策方向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4案，经济部函为白领为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智慧联网商圈整合示范推动计划、4G 智慧宽频应用城市推动计划及 4G 先进商业模式计划整合规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
未通过，下案。第145案，经济部函送新店溪上游流域保育治理及区域稳定供水纲要计划核定本，程序委会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程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46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水利署核酸治理工程并办疏浚工程之土石标售收入，编列为税入预算缴库；其他许可核酸砂石疏浚采取之土石标售收入，则编入水资源作业基金之说明。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47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水利署检讨所属建筑之手机 APP 软体民众使用量较低者之改善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48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产业用地开发整合服务计划之行政院核定函及计划书，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49案，经济部函送台电公司104年度向民营电厂请求损害赔偿诉讼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50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请送104年第四季降低加压输送及管线安全维护成本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51案，经济部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针对国际经贸情势之分析及其可能对我国对岸贸易所涉产业之冲击评估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第15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52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有关证券交易法第60条规定之令，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5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改善本国银行压力测试方法之说明，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第153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5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修正投资型保险投资管理办法第1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第15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55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送104年辞职人员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执行资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56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修正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专辑办法第11条及第12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57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称文创授权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58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称文创授权内部控制制度及加强盗版侵权查缉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59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博物馆商店经营盈余归公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60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盗版侵权查缉业务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61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主管第6项决议12，简送105年度因公派员出国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62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主管第6项决议106，简送105年度因公派员出国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63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出国计划管控检讨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
不予通过。下案。第163案，交通部函为修正发展观光条例财罚标准第12条条文及相关附表，程序文会见，拟请问交交通委员会。请问委员会由于不予通过，下案。第160案，交通部内政部函为修正奖励民间参与交通建设比邻地区禁限建办法部分条文，程序文会见，拟请问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请问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66案，交通部内政部函送铁路两侧禁建限建办法，程序委会见，拟请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第166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67案，行政院海岸署防署函送该署及所属机关104年第4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交内政委员会。第167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68案，行政院函为修正农业作业基金收支保管金运用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69案，全讯部函送公务员兼任公司双号负责人董事及监察人相关规定之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169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70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流实请送检讨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71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73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70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76请送检讨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73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78请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74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86简送改善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75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90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76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国立台湾博物馆藏品利用率提升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77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督促所属博物场馆确实依博物馆法之规定给予在学学生票价之优惠规定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78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将性别平等教育从重大议题列表中移除等案之说明，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78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79案，教育部函送大陆台湾地区学生赴大陆地区求学现况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80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关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微调等案之说明，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80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81案，教育部函送配合少子女化趋势调降大专校院生师比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8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80案，教育部函送国立特教学校教师数配置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由于
无异通过，谢谢。第183案，科技部函送学术界研发能量导入产业界，以发挥科技创新效益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84案，科技部函送该部及各部会与开放资料与云端系统建设合作之可行性与效益评估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85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79，解送海盐5号船骸移除进度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86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87，解送海盐5号船骸移除进度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87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94，解送海盐5号船骸移除进度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88案，科技部函送福卫信号关键技术掌握与产学研界合作成果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89案，科技部函送科技专案计划对促进军械发展者贡献效益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90案，科技部函送105年1月份跨部会署执行之科技计划执行进行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91案，科技部函送产业发展从资本导向转型为创新导向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92案，科技部函送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会诊104年度加速行动宽频服务与产业发展方案执行进行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经济教育及文化三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93案，国防部函送派遣 P31 与海军巡防舰与太平岛周边执行联合操演实施进行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94案，国防部函送因应推动募兵制强化后备部队教育召集训练全盘规划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95案，国防部函送国军单兵战斗装备需求检讨与测进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谢谢。第196案，国防部函送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执行现况与测进作为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97案，国防部函送强化保防意识及军人武德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98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一项决议9前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98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谢谢。第199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一项决议21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99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00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一项决议29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00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01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三项决议3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0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02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三项决议4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02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第203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三项决议无建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文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03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04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三项决议六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0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05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三项决议七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206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三项决议八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06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07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三项决议九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07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08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为保障民众收视权利要求有线电视系统必在依法设立之无线台之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209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针对宽频上网业者提供之服务契约应与广告一致以保障消费者权益之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第209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10案，司法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七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210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11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2017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筹办进行与新建和平国小篮球运动馆相关争议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212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宿舍区违建问题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213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展览空间参观品质指标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214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国立故宫博物院南北院区专案名称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215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有关提出各科学园区劳动政策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216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筹备处土木穿插公务人力移转行政法人妥适性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217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105年度预算规划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218案，经济部函送经济部105年度自设五所育成中心之强化改善措施及增加经营绩效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意
无异通过，下案。第219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白领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核设施安全与维护之管制1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遣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处理。第219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未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20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白领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核能电厂安全管制法规与技术研究计划5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遣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第220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未通过，下一案。第221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白领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一般行政1000万元，提出研拟核能安全与资讯透明法后时的动之遣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第221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未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22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白领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一项决议27，简送专案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异，未通过，下案。第223案，内政部函为中央政府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决议，冻结雨水下水道经费20分之一，四项本院财政内政经济三委员会提出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之遣送解冻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财政内政经济三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224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为建请将委员赖世榜的20人凝聚儿童网络个人资料保护法草案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内政交通与经济五委员会联席审查，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委员赖世榜等20人凝聚儿童网络个人资料保护法草案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内政交通经济五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报告院会第225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256案至第259案，民进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225案至253案为本院经济财政委员会函，有关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已处理完竣，均同意动之。第250案及256案为本院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优惠交付审查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103年度预算书等案，均已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提报院会存查。第257案为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优惠交付处理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101年度决算书等案，均已于决算法第28条锁定审议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258案及259案为本院财政内政外交及国防经济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八委员会函，有关中华民国102及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半年结算及查核报告含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应已送达超过一年以上，依决算法第28条一直提报院会。第260案至267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执行行使法所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268案至275案为本院行政院函送本院蒋委员乃馨、陈委员莹、严委员宽恒、黄委员国昌、卢委员秀燕、曾委员明宗、赖委员世宝、江委员启程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刘委员建国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24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徐委员国勇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16件。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今天审议经济委员会补送列入审查总报告的部分，请宣读财政委员会会诊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函送经济委员会关于105年度非营业基金预算审查报告，请提报院会并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讨论。财政委员会前报请院会讨论之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未及列入该审查总报告中者，上于经济委员会营业预算部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非营业含信托基金预算部分，将视该部分之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后，再行汇报院会并案讨论。经济委员会审查结果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代话出席说明。宣读完毕。好，请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林委员代话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交由党团协商，依处理预算案之议事程序，按单位或基金别逐项宣读后，均暂行保留，视协商后再行处理。非营业的部分，经济委员会行政院主管依作业基金、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请宣读。甲，行政院主管依作业基金、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依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下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原列202亿1705万9000元，减列投融资业务收入向下，事业投资收入、出售转投资事业股权收入115亿5122万4000元，另配合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议结果，增列投融资业务收入向下，事业投资收入、出售转投资事业股权收入115亿5122万4000元，增减户底后共计减列0元，其余均照列，能列为202亿1705万9000元。二、业务总支出改列为11亿1890万7000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190亿9815万200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原列115亿元，减列115亿元，另配合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议结果，增列115亿元，增减户底后仍列为115亿元。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16项。宣读完毕。好，那么行政院主管国家发展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特别收入基金、离岛建设基金。二、特别收入基金、离岛建设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8项。宣读完毕。离岛建设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三、特别收入基金、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改列为12亿1220万元。二、基金用途照列。三、本期短处改列为8亿1094万8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9项。宣读完毕。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经济部主管作业基金、经济作业基金，请宣读。一、经济部主管一、作业基金、经济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照列。二、业务总支出改列为92亿8128万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6亿3467万300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补办预算部分照列。八、通过决议30项。宣读完毕。好，经济作业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作业基金、水资源作业基金。
二、作业基金水资源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均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其通过决议事项。宣读完毕。作业基金水资源作业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特别收入基金经济特别收入基金，请宣读。三、特别收入基金经济特别收入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改列为197亿2382万8000元，二、基金用途改列为210亿8785万5000元。三、本期短处改列为13亿6402万7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27项。宣读完毕。特别收入基金经济特别收入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四、特别收入基金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四、特别收入基金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照列；二、基金用途改列为298亿8259万4000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78亿6734万7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7项。宣读完毕。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请宣读特别收入基金地方产业发展基金，请宣读。五、特别收入基金地方产业发展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11项。宣读完毕。特别收入基金地方产业发展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农业委员会主管一作业基金，农业作业基金，请宣读。丙、农业委会主管一作业基金，农业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改列为4亿3231万6000元；二、业务总支出改列为3亿8648万5000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4583万100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4亿6500万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2亿9368万4000元；七、通过决议21项。宣读完毕。作业基金、农业作业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特别收入基金、农业特别收入基金，请宣读。二、特别收入基金农业特别收入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改列为447亿5875万元；二、基金用途改列为394亿5381万7000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53亿0493万3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52项。宣读完毕。农业特别收入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公平交易委员会主管一特别收入基金反托拉斯基金，请宣读。丁、公平交易委员会主管一特别收入基金反托拉斯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通过决议7项。宣读完毕。好，特别收入基金反托拉斯基金保留协商，报告院会。本案经济委员会审查之各单位预算及决议等均暂行保留，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协商，建请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
做以下决定，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本案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邀请行政院院长以本周五2016年4月22日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肯亚、巴拿马、马来西亚等域外诈骗案件侦办过程中，面对两岸共同打击犯罪陷入困境，人员或眷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行带走，瘫痪我国司法主权和犯罪侦查，两岸签订之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显然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为此，建请行政院院长于本周五2016年4月22日赴院会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由各党团代表，民进党党团4人、国民党团3人、亲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各2人进行询答，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7条规定，遇有重要事项发生，立法委员提议经院会议决，得邀请行政院院长向本院院会提出报告，并被质询。现在请提案人时代力量党团代表徐委员永明说明提案旨趣，说明时间5分钟。各位同仁，大家好，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司法管辖权、两岸打击犯罪等事项已有相当的协议，但是面对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目前陷入困境，导致在最近的案件中，人员或眷证被强行带走，不仅瘫痪我国司法主权和犯罪侦查，造成台湾司法轻重诈骗集团的错误形象，更造成台湾人民对台湾司法的恶感，甚至认为中国的司法系统才是较能捍卫正义的错觉。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09年4月26日签订，并于同年6月25日生效之《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自生效以来至今，请求中国当局协助通缉犯、遣返、捕遣返、犯罪情资交换、司法文书送达、调查取证、罪犯接送、人身自由受限制等通报项目，我方的请求在中国当局的回复率甚低。如在犯罪情资交换一项，我方请求4061件诉中，仅回复1357件，达成度不及1/3。同项，中方请求1346件，我方回复为1090件。调查取证部分，我方请求的1121件中，也仅回复688件。同项中，中方请求的591件中，我方回复为541件。两岸在共打上面的不平衡现象是非常清楚的，如此不具保障我国国民人身安全之协议，在审查过程中，即有公民团体要求建立无例外的人身安全通报机制，保障家属探视权、我方官员探视权、委任律师权、保障律师在场权。这些在目前我方派出代表团赴中探视肯亚嫌犯，都发生具体的困难。所以基于以上事项，必须正式纳入协议文件等诉求，切莫以记者会草率行事，结果我政府无视公民社会对两岸协议的监督要求，最后仍以函送立法院备查而非审查形式为之。今日事件无疑是两岸协议备查的后遗症，所以本党团希望张院长能到立法院报告，针对两岸共打
在未来，在目前实施上所遇到的困难，在未来必须补充上面进行实质的讨论跟报告。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委员会的询答过程中，我们发现张院长所领导的各部会其实立场态度是相矛盾的，甚至有所谓通知对岸将台湾的嫌犯抓回中国这样的疑云，甚至有部长直接发新闻稿来驳斥立委的现象。在这些乱象之中，都凸显了跨部会协调的重要性。而张院长在上个周末也召集了跨部会协调，我们也派出了代表团到中方那边去探视我们的这个遭拘捕的嫌犯公民。在这样情况之下，张院长实在有必要到院会来讨论甚至报告目前整个不论是肯亚或马来西亚案件目前进行的状况，跟中方协调谈判的情况，甚至更进一步的在未来如何争取更多的这个合作，司法之间的合作，争取台湾司法正义的扩张。在这些情况之下，院长实在有必要来这个。所以根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十二条人道探视中载明，双方同意及时通报对方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非病史或可疑为非病史等重要讯息，并以己方规定为家属探视提供便利，这是已经明定的权利。但是目前操作的情况是必须派出代表团，甚至没办法直接见到我方人员。在这样情况之下，必须在对方的善意之下才能达成这些效果。所以基于以上理由，时代力量党团在此提出动议，要求行政院长于本周好，谢谢徐委员的说明。那么，本案现在进行大体讨论，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委员登记，所以就不发言了啊。那么现在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本案进入二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那么本案我们就进入二读。那么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所以我们做以下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好，那么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公务人员退休法修正第21条、第23条及增订第24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并案审查委员赖世葆等19人及民进党党团所提法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委员及党团指派代表说明提案要旨外，亦请相关机关派员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本案报告及询答完毕，省略大体讨论，先进行逐条审查。前认为有必要补强现行公务人员退休法对涉案公务人员申办退休或资权之控管机制，以维护官箴。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好，那么我们现在召集委员，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那么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务人员退休法，请宣读第21条。
第21条，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申请退休或资权者，应不予受理：一、留职停薪期间；二、停职期间；三、休职期间；四、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涉嫌内乱罪、外患罪，尚未判决确定或不起诉处分未确定或缓起诉尚未期满；五、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赃治罪，经第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上之刑；六、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定移送惩戒或送请监察院审查中；七、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前项第四款至第七款人员自届龄退休至持生效日（以下简称届退日期），应先行提职。第一项第二款及前项人员自届退日至原因消灭之日，得秉照停职人员发给办事处本年供奉。第一项第二款之第七款人员于届退日者，应于原因消灭后六个月内，以书面向原服务机关申请办理退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不得办理退休：一、撤职或免职；二、六个月因办理期限届满时，仍有第22条锁定丧失办理退休权利之法定事由者；前项人员于锁定六个月因办理期限内死亡者，宜足得申请依一次退休金之标准核发给予，但退休条件已达得责领月退休金，且其宜足符合第十八条第四项锁定条件者，得按应领月退休金之半数给予月慰抚慰金。前二项人员均以其届退日为退休生效日，但休职员应以原因消灭并经权责机关核准负责复职之日为其退休生效日。前项人员依第三项规定所领之半数本年供奉，应由退休金之给发放机关自所发退休给予或抚慰金中核实收回。宣读完毕。第2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请宣读第23条。第23条，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至原因消灭时恢复：一、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赃治罪，经判决确定而入监服刑期间；二、褫夺公权而尚未复权；三、因案被通缉期间；四、暂任由政府编列预算之给奉薪及待遇或公费（以下简称薪酬）之机关构或团体之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五、在任下列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者：一、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原始捐助赠或捐助赠经费累计达财产总额20%以上之财团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金额累计占该事业资本额20%以上事业之职务；二、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三、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下列团体或机构之职务，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一、财团法人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二、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本条中华民国105年4月22日修正施行前，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人员，以暂任前项第四款及第五款职务，且每月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而无需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者，于本条修正施行后三个月内，仍照本条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未依规定自暂任之日起停止支领月退休金而有异领情事者，应由之给机关依法追缴自应停止支领日起一领之退休金。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员，在任第一项第五款所列机构董理事长及执行长者，其出任年龄不得逾65岁；前项人员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即更换，但有特殊考量经主管院核准者，不在此限。领受月抚慰金之遗族，有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者，停止领受月抚慰金之权利。宣读完毕。第2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请宣读增订第24条之一。第24条之一，公务人员在职期间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赃治罪而未经停免职，或未经依公务员惩戒法规移送惩戒或送请监察院审查者，于依本法退休之前或离职后始经判刑确定时，应依下列规定剥夺或减少退离给予，其已支领者，照应剥夺或减少之全部或一部追缴之：一、
经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确定者，应自始剥夺其退离给予；而经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未满者，应自始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50%。三、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应自始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30%。四、经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应自始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20%。前项人员受缓刑宣告期满未经撤销者，自宣告期满后不适用前项第三款及第四款规定，请以减少之退离给予，应由各知己机关补发之。第一项人员因同一案件于其他法律有较重之剥夺或减少退离给予处分者，从重处罚。第一项锁定退离给予，应按最近一次退休资遣或离职前任职年资核给，其内涵包含以下各项给予：一、依本法之给之退休金资遣给予，以及依第30条之给之补偿金；二、公教人员退休金其他现金给予与补偿金发给办法之补偿金；三、政府拨付之退抚基金费用本息；四、优惠存款利息；五、遗嘱抚慰金。第一项人员在任公务人员时，其第一项规定已受剥夺减少退离给予之任职年资，予以重新退休资遣或离职时不予计算。退休人员曾依第一项第二款至第四款规定减少退离给予者，予以在任公务人员并依本法重新退休资遣之年资，连同其已受减少退离给予之任职年资并计后，以不超过第9条及第29条锁定最高采计年资为限。依本法退休资遣后时受降级或减俸处分者，应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判决书送达受惩戒人主管机关之一日起，改按降级或减俸后之俸薪及或俸薪额计算退休资遣给予。本法中华民国105年4月22日修正施行前有第一项及前项规定情形者，不适用修正施行后之规定。宣读完毕。增订第24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请宣读。第21条，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申请退休或资遣者，应不予受理：一、留职停薪期间；二、停职期间；三、休职期间；四、动物园戡乱时期终止后涉嫌内乱罪、外患罪，尚未判决确定或不起诉处分未确定或缓起诉尚未期满；五、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赃之罪，经第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六、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定移送惩戒或送请监察院审查中；七、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前项第四款至第七款人员自届龄退休至此生效日（以下简称届退日期）应先行停职；第一项第二款及其及前项人员自届退日至原因消灭之日，得比照停职人员发给办事处之本年供奉。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七款人员于届退日者，应于原因消灭后6个月内，以书面向原服务机关申请办理退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不得办理退休：一、撤职或免职；二、6个月因办理期限届满时，仍有第22条锁定丧失办理退休权利之法定事由者；前项人员于锁定6个月因办理期限内死亡者，宜足得申请依一次退休金之标准核发给予，但退休条件已达得则领月退休金，且其宜足符合第18条第四项锁定条件者，得按应领月退休金之半数给予月抚慰金。前2项人员均以其届退日为退休生效日，但休职员应以原因消灭并经权责机关核准复职之日为其退休生效日。前项人员依第3项规定所领之半数本年供奉，应由退休金之给发放机关自所发退休给予或抚慰金中核实收回。第23条，则领或经领月退休金之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至原因消灭时恢复：一、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赃之罪，经判决确定而入监服刑期间；二、褫夺公权而尚未复权；三、因案被通缉期间；四、在任由政府编列预算之给薪俸及
待遇或公费以下前春薪酬之机关构或团体之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五、在任下列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者：一、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原始捐助赠或捐助赠经费累计达财产总额20%以上之财团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金额累计占该事业资本额20%以上事业之职务；二、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三、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下列团体或机构之职务，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一、财团法人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二、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本条中华民国105年4月22日修正施行前，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人员，以在任前项第4款及第5款职务，且每月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而无需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者，于本条修正施行后3个月内，仍照本条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未依规定自在任之日起停止支领月退休金而有意领情事者，应由知悉机关依法追缴自应停止支领日起意领之退休金，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员，在任第1项第5款所领所列机构董理事长及执行长者，其出任年龄不得逾65岁，前项人员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即更换，但有特殊考量经主管院核准者，不在此限。领受月慰抚金之遗族，有第1项第1款至第3款情形者，停止领受月抚慰金之权利。第24条之一，公务人员在职期间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称治罪而未经停免职，或未经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定移送惩戒或送请监察院审查者，于依本法退休之前或离职后，实经判刑确定时，应依下列规定剥夺或减少退离给予其已之领者，就应剥夺或减少之全部或一部追缴之：一、经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轻以上有期徒刑确定者，应自始剥夺其退离给予；而经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7年未满者，应自始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50%。三、经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上3年未满者，应自始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30%。四、经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上2年未满者，应自始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20%。前项人员受缓刑宣告期满未经撤销者，自宣告期满后不适用前项第3款及第4款规定，其已减少之退离给予，应由各知己机关补发之。第1项人员因同一案件与其他法律有较重之剥夺或减少退离给予处分者，从重处罚。第1项锁定退离给予，应按最近一次退休资遣或离职前任职年资核给，其内涵包含以下各项给予：一、依本法之给之退休金资遣给予，以及依第30条之给之补偿金；二、公效人员退休金其他现金给予补偿金发给办法之补偿金；三、政府拨付之退抚基金费用本息；四、优惠存款利息；五、遗嘱抚慰金。第1项人员在任公务人员时，其第1项规定已受剥夺减少退离给予之任职年资，于重新退休资遣或离职时不予计算。退休人员曾依第1项第2款至第4款规定减少退离给予者，于在任公务人员并依本法重新退休资遣之年资，连同其已受减少退离给予之任职年资并计后，以不超过第9条及第29条锁定最高财计年资为限。一、本法退休资遣后始受降级或减俸处分者，应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判决书送达受惩戒人主管机关之翌日起，改按降级或减俸后之俸薪级或俸薪额计算退休资遣给予。本法中华民国105年4月22日修正施行前，有第1项及前项规定情形者，不适用修正施行后之规定。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公务人员退休法增订第24条之一条文，并将第21条及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4项第4案，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外交及国防、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于105年4月6日举行联席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刘召集委员释方担任主席，外交部政务次长侯清川等应邀列席说明备询。经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本案进行审查。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及交换意见，并征求在场委员同意后，将全案审查完竣。原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刘召集委员释方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刘委员释方补充说明，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公约名称及条文均照案通过处理，并依条约案处理律。经作以下决议：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照案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五案，儿童权利公约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外交及国防、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于105年4月6日举行联席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刘召集委员释方担任主席，外交部政务次长侯清川等应邀列席说明备询。经询答及讨论后，旋即对本案进行审查。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及交换意见，并征求在场委员同意后，将全案审查完竣。原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刘召集委员释方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刘委员释方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公约名称及条文均照案通过处理，并依条约案处理律，尽作以下决议：儿童权利公约照案通过。报告院会，本日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4月26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